西嘛，哈，它龙母已经是龙溪县，龙潭，过去是龙潭，对不对？现在东西是龙潭，龙潭。谁知道我们原来是个大潭？大陆了好多年，那也感受到说这边的这个过年的气氛跟我们台湾是差不了多少。我们过年初一初二，像我们没有回去台湾的这些台商朋友，或是说可以感受一下这边过年的气氛，让我们感觉说在中国大陆这边过年呢没有一些就是说陌生感。